篇文章是，清华大学提出的体验式协同学习，针对的是软件开发领域的这些 agents，这些代理，就是对大语言模型支撑的。然后，所以文章讲的就是如何让负责软件开发的这些代理，通过这个体验式的协同学习来提高他们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。可以看到吗？background，啊，可以。这个 background 就是先讲了代理，一个重要的突破是多个代理之间的互动集成。这些方法会把任务的解决分成不同的子任务，让代理扮演教授和助手的角色，通过互动对话完成任务。比如说在 ChatDEB 的自动化软件开发过程中。有一个审查员，审查员会迭代的提供软件优化指令，比如说完成代码、功能优化和程序调试。然后还有一个程序员代理，会根据审查员代理给出的指示，完成操作。然后，但是在面临不同类型的任务的时候，代理往往会倾向于独立完成某一项任务。这样就有一个缺点是，缺乏一种机制来集成从以前的任务中获得的累积经验，而且本来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了，这个代理还会缺乏经验，导致出现重复的错误或者不必要的试错过程，最后还是需要额外的人力参与。为了解决这些挑战，论文提出了体验式协同学习，这是一种新的多代理的学习方式，旨在通过利用积累经验，累积经验，来增强代理的交互式任务解决能力，就是加入了过去的经验，然后它包括三个模块：共同追踪、共同记忆和共同推理，促进代理之间的协作和学习能力，减少人类的额外参与。然后是主要提出了这三个模块，然后用过去的经验，先看第一个模块：共同追踪，这个模块是在教练和助手之间建立合作，旨在仔细追踪多种训练任务的历史轨迹，每一个轨迹都会捕捉特定任务的详细进展，详细记录任务完成过程中演变互动和使用的策略。具体的就是教练会提供一系列的指令 I，然后助手在对这一系列的指令做出一系列的响应 R，这样的话都可以形成一个有效链。聚等于 NE，其中这个 N 对应回应的节点，E 就是表示，对应指令的边，然后每一条边，R 最加一说明如何根据指令 I 最加一，从一个回应 R 最过渡到下一个回应 R 最加一，就是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要开发一个俄罗斯方块的一个变体，并且，这个变体它有爆炸方块，然后消除的时候，爆炸方块会爆炸，并且清除旁边的那个方块。然后这个 instructor 就是这个教练先说设计一个基本的俄罗斯方块游戏，然后assistant 给出代码，然后再说增加这个规则，然后再更新代码。就是这样形成一个链式的一个有效链，这个是共同追踪模块。然后在任务执行链中，每一个节点是每次提交的一个代码版本。如果每个提交直接是基于前一个提交，也就是只考虑相邻节点的话，可能会不够高效，因为可能不相邻的代码版本也会对当前的节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，所以共同记忆模块就是要高效的发现程序轨迹中的非相邻捷径，并且把它们整合到集体经验池中。这使得代理能够参考过去的经验，并且通过在每个节点处采用捷径思维，提高解决任务的效率。但是，并非所有的捷径都是高质量的，有的时候看起来更快或者更直接的解决方案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，
可能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。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把任务执行序列转化成一个图。具体是通过一个哈希函数把链中的节点映射到图中的公共节点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两个节点很相似的话，可能就会被映射到同一个节点。经过哈希函数处理之后，可能会对应同一个节点，这样可以有效的聚合重复状态，并且跟踪重复版本。然后在估算图中的每一个价值，每个节点的价值，这个估算结合了节点和任务描述之间的相似性，节点和最终节点之间的相似性，还有外部编译器能不能成功编译，然后就算出每个节点的价值，然后就在图上找最短路径，就是找能够达成目标任务的最快方法。然后在这个路径上，在这个最短路径上，会特别关注那些非相邻的节点，就那些不直接相连，但是可以通过某些操作，从一个状态跳到另一个状态的这些节点。如果这些节点有超过一个有超过阈值的信息增益，就视为一条捷径，因为这两个节点本来没有连接，然后系统发现它是一条捷径之后，就会自己生成指令描述这个捷径是怎么走的，然后把这个捷径保存到集体经验池中，让他们以后能够参考过去的经验。这个是共同记忆模块。等一下，我要再看一遍这个题目。高效的发现程序轨迹中非相邻捷径，它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非相邻的捷径，并将它们整合到集体经验中，这使得代理能够参考过。所以这个捷径是目的是就干嘛？比如，比如程序开发有4步，然后开发到第四步的时候，本来可能会参考第三步生成的代码，但实际上实际上什么？可能更大，不，但实际上什么？你刚才有一个卡住了。实际上什么？生成的代码会对第四步的更有参考价值。这样的话，就把第二步和第四步连起来，当做一条捷径。就他这个是为了找这个东西是吧？并非所因有的为逻不辑一定啊，相邻的但就是是并最不是好所有的捷径都是高质量的，有些捷径并不好是吧？它的解决方法是。转换为图，通过一个哈希函数将链中的节点映射到图中的公共节点。就是如果两个状态相似的话，然后通过哈希函数映射，就会映射到同一个节点，说明这两个代码是类似的。然后估算从中最小节点的价值，每一个节点的价值啊，这个估算结合了节点和任务描述之间的相似性，节点和最终节点之间的相似性，以及外部节点的信号，这是估算节点价值的。然后再一个最短路径是吧？反正目的是要找最短路，还那就变成了找最短路径了，对吧？最短路径就是一个捷径啊。如果这个节点对有超过阈值的一个信息增益，就视为一条捷径。就说你这个就引入了一个过渡指令来伪链接这两个非连接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明白了，它两个本来不是邻居节点，但是呢，我通过一个就是伪链接这样子，能够有一个增益，就是一个捷径了，是吧？就刚才第二步到第四步，它们不是邻居，但我加了一个连接啊，存储捷径啊，把这个捷径啊，它是为了找这个捷径，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以后我就知道哪怎么样路走得更快，对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，往下看。这个就是共同经验模块，就是最核心的东西。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教练代理和助手代理，利用各自的经验知识，还有他们的集体经验池共同推理。教练代理他会有一个自己的，响应到指令的记忆库。然后面对当前任务状态的时候，首先通过检索来访问与任务密切相关的经验指令，然后这些指令作为 few shot，然后根据这个 few shot 推理出新的指令给助手代理，然后助手代理自己有一个指令到响应的记忆库，收到指令之后也会搜索最佳响应，然后形成 few shot，基于这个 few shot 形成新的响应，通过这种迭代过程，共同增强他们的任务解决能力，整个任务完成，那就像你平时已经以前做过的，就像我作为一个程序员，
我以前做过很多开发，我接触到过的指令，嗯，我就做怎么样子的，写怎么样的代码，这就是我的助手的代理库，嗯，对吧，那个记忆库，对吧，嗯，然后教练的话，我看到了什么响应了，然后我就，嗯，比如说有个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对，下一步要做，比如说是出现错误了，对吧，嗯，让他改正错误，比如说有一个 numpy 的一个错误，那你好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，现在可能去应该去修改这个错误，或者应该有一些有经验的话就应该去指导说，哎，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会出现这样的 bug， 对吧，嗯，对，啊，对，其实 debug 就这样子，行行行，嗯，然后这样东西就它的记忆库是不停的更新的吧，应该，对吧，嗯，对，哦，明白明白，这是一个迭代过程，这个就是方法，对，嗯，有道理，嗯，它怎么测试，然后实验的话用到了这几个评价指标，完整性就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完成代码的能力，把它量化成没有 to do 代码片段的百分比，然后，哦，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 to do 是吧，全是 to do， 然后慢慢慢的把这些 to do 的全部都把它变成代码了，就，嗯，看它完成多少，嗯嗯，可执行性是在编译环境中能不能正确运行，量化成成功编译并且能直接运行的软件的百分比，嗯，然后一致性就是生成的软件和原始的自然语言要求之间的对齐程度，嗯，就是算他们的余弦距离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自主性，就是把前面三个乘起来，分数乘起来，综合指标，然后这四个指标都是越高越好，分数越高越好，然后这是实验结果。哎，稍微等会儿，稍微等会儿，那他啊，这个我看过了，那他的数据库 dataset 是啥呀？dataset 是用了一个 dataset， 那个 dataset 是一个专门针对软件开发的一个数据库，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是吧，嗯，对，你这数据库咋不标一下，应该写一下嘛，就是，嗯，应该写一下这是哪个数据库，嗯，然后他用了四种方法是吧， GPT Engineering 是原，嗯，GPT Engineer 是最原始的是不是，直接拿 GPT 来用，嗯，他而且他只有一个代理，哦，他就一个代理去做，然后这两个是这个 MetaGPT， 我还讲过这篇文章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个 ChatDEV 是最好的。嗯。然后这三个都是两个代理。嗯。嗯。哦，那他这个比他好很多啊。嗯。价值高了很多。那个 ChatDev 有那个迭代过程吗 ？ChatDev 怎么做的？现在不太，我有点忘了，那个 MetaGPT 好像我有点忘了，那个里面是怎么样子 ？MetaGPT 好像是一个什么瀑布型的，反正没有迭代过程吧，嗯。一个是没有迭代过程，第二是它没有把过程记下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是。我觉得它这个 co-learning 一个最好的东西，是因为它前面有把前面做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了，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学习经验，是不是？然后有点像外面那个检索库，然后每次你得到响应的时候，我就去检索库里做个检索，而且它其实用了最简单的 cosine similarity 做了个检索而已。我估计这里面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再增加效率。嗯，这 cosine similarity 是最简单的检索啊，其实。嗯。行行，我明白了。然后还有这个时间，就是平衡了一下这个推理时间和性能。嗯。因为它走的捷径，因为它加了捷径，所以会更快。这个是效率的分析，就是编的数量、节点数量，嗯，还有最短路径上面，嗯，然后这个 co-learning 都更少一点，嗯，说明开发的时候迭代次数变少。对，那这个算是也不能叫碾压吧，就全面都超过了啊。嗯。对。嗯。我能不能理解为这篇文章其实本质上就是做了一个检索增强，只是把以前的所有的做的过程放到记忆库里面，然后做了检索。嗯，对吧，嗯，对，嗯，其实就做了这个事情，可以再往下看，然后实验也就这两个，然后所以这篇文章就是把过去的经验整合到这个代理中，然后嗯，然后还有个捷径啊，对，还有个捷径，嗯，对，好，行，这个明白了。